国立空中大学110学年度上学期开始招生了，凡是国中职毕业资格即日起开始受理网络和通信的报名。空大设有大学部、专科部，共有6个学系让大家来选读。要进修的学生们以及社会人士，空大是终身学习的好地方。想要进入终身学习行列的乡亲可以把握机会了，国立空中大学110学年度上学期开始招生，并且有专科班和大学部供想要继续升学的乡亲有不错的学习方式。执行长林坤正表示，空大提供完善的升学环境，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终身学习。那我们空大有6大学系，专科有5个学科，所以呢，各位呢，可以依照你的兴趣呢来研读，不管是大学部或是专科部。大学有人文学系、社会科学系，还有呢商学系、公共行政、生活科学跟管理资讯。专科也有5个科啊，就是公共行政管理科、社会福利这个社工的部分的这个科目。那另外还有综合商科，还有企业管理科，还有生命事业管理科。总共专科是5科，大学是6个系。那一学期开了将近百门的课程，所以这么多课程里面一定有跟你的工作有关、跟你的兴趣有关、跟你的家庭有关、跟你的健康有关、跟你的生活有关，所以呢，只要你有兴趣就可以来念。另外，我们除了这些科目6个系5个科以外，我们开了很多的专班，欢迎大家来加入。比如说在花莲空大有社工专班，那我们现在社工呢非常的热门，所以欢迎大家呢来读我们的社工专班。那还有就是严谨，我们有公共行政严谨专班，还有一般民众也有呢公共行政的学士专班另外呢我们还有为部队而开的叫做管理资讯学士专班。那我们在花莲空大呢就有3个班，然后在呢防空飞子部里面有2个班，加山基地有2个班，所以我们管理资讯专班总共有7个班另外我们在凤林，我们有一个生活科学系的学士专班，那假如是凤林地区的人就可以加入这个班。另外我们在义里有一个就是公共行政学士专班，所以南区的义里的民众呢或是严谨呢都可以加入我南区的公共行政学士专班。总而言之，空大有3句话：人人有书读，时时可学习，处处是教室。只要你有心想要充实自己，来增加职场的竞争力，都可以加入空大我们的洽询电话8222148 8222148，而且空大的学费呢是最为便宜的，我们呢这个一个学分才940块，假如是原住民身份呢更是便宜一个学分才46块，所以呢只要你有心都可以来加入空大。空大有6大学系让乡亲前来选读，同时也透过网络报名，想要进修的学生们以及社会人士，空大是终身学习的好地方。记得九万华社报道。